氨基酸是液喷为主啊，那个。我叫樊兆刚，是临沂县东张，东张镇西四后区。今天用了你的，豪子大这个啊高碳钾肥的酸，我用肥料施了以后，我觉得这个两个叶子明显就能开出来，两个叶明显能开出来，这个叶明显是好的多的啊，一般跟这样是粗的多的。啊，这边感觉就是明显的，这边跟这边的叶子要好的多了。